那还有怎么正确吃都有配包。秋天就是螃蟹的季节，品尝秋蟹正当时。但是螃蟹百百种，养殖好还是野生好？公蟹跟母蟹该选哪种呢？健康节目特别请来达人说分明。我们在于呢，鱼蟹在料理的过程跟处理呢，要特别注意的事情，尤其像螃蟹。螃蟹在处理的过程呢，我们最主要就是说呢，清洁度，还有我们挑选。还有，就像我们在去除它的一些不重要的一些不能吃的一个部位呢，一定要把它去除干净。微鱼厨雷师傅除了现场教导聪明选蟹五步骤，有些部位是绝对不能入口，也现场示范秋蟹的美味料理。吃蟹啊，你就是要捏它的脚是饱满的，啊，同等大小要重量要重的。那如果是公蟹的话，你要看它肚子是白的；那母蟹的话，要看肚子是黄的。而且这个肚子是按起来要饱饱的，因为这样里面的蟹膏蟹黄才是多的。三个科医师江守山也是爱蟹达人，不过医生特别提醒，美味的螃蟹不是人人都可以吃，还有绝对不可以搭配的禁忌品，吃对吃好才可以聪明吃螃蟹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